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he Waterland Opera House. 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欢迎莅临水陆歌剧院。请身着海青，并出示您的殊荣卡入场。温馨提醒各位朋友，不要忘记尊重剧场中其他观众的权益。场内严禁饮食、喝水。节目进行中，请尽量保持安静。手机请关机，让每位观众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这是一场长达8天7夜的盛会，时间长，规模大，节目精彩丰富，赞叹各位过人的耐力与体力。让我们跟着宇宙三大男高音的天籁，一起享受这场盛会。现场的嘉宾云集，参与演出的阵容宇宙无敌，坚强庞大。容我一一为各位介绍。首先介绍我们的指挥竺法和尚，以及主唱正表与副表法师。内坛24席，包含上堂实习的极乐天团、诸佛菩萨大圣人，以及下堂14席的闪灵地团、六道群灵与众生。一整场下来，三大男高音化身竺法、正表及副表，统称为三师。他们可以说是整场的灵魂人物。竺法负责观想，正表和副表负责唱念仪文、书文，古拔师负责古拔演奏，再加上维挪与乐众的带动，香灯师掌控仪式的进行，彼此互相照应，应答接唱，合作无间，共振共鸣出天人欢喜的情境。你听。现场天人和谐的梵拜雅乐，平静的让人欢喜，给人心安，是不是就像身在极乐世界一样呢？除了内坛主场之外，周边还有梁皇大坛、罗汉坛、密坛、华严、楞严、净土、诸经、法华、药师等9个坛场。虽然总共有9个坛场，其实整体就是水陆歌剧院一整套完整的节目。就像人体每个器官一样，缺一不可，同等重要。这是一场8天7夜的水陆大斋盛会，这份宁静始终如一。你能想象每天与数千人一起沉浸在这个充满爱与宁静祥和的场域，放下所有怨仇，找回自己，大声说出我爱你、对不起、请原谅我、谢谢你。宁静就是宇宙最大的能量，无论身在哪里，为何而来，就让我们好好在一起，欢喜充满吧。